出邊街外咧係要五月先有得睇，五月幾號先有得睇嘅。點解攞到咁把炮？冇他佢呢啲屌你老母把炮嘅嘢就係把炮咯。OK， 好啦，咁我想講下我哋個安排先。咁啊，其實而家陸陸續續日都有人問我攞飛嘅，咁有啲人真係問我會唔會有飛。其實我要攞我係可以仲攞到嘅，不過決定唔好煩啦，因為我又冇錢賺。OK。咁所有收咗訂個飛嘅朋友咧，就留意住。咁啊，即係嗰個發行商嗰度已經通知咗我噶啦。咁我大概九點鐘嗰日嘅九點咧，就會係嚇開始就會做 exhibition 啦，會影相啦。大家簽曬博咧，你哋都有份噶喎。訂個飛嘅朋友。然後咧就睇下啲展覽咁錄，即係一般嗰啲手影嘢啦。咁開始就陸陸續續入場啦。咁今次我係攞42張飛嘅，唔係42張經，係42張飛。OK。咁42張飛咧，咁本來我係應該就一場就睇曬佢嘅，咁但係咧就變咗咧，就啲位又側跟啲，咁啊結果我選擇咗另外一樣嘢啦，就係有20位朋友就睇9:09，22位朋友就睇10:00，其實都係前後腳嘅啫，就係有20位朋友就睇9:09，22位朋友就睇10:00，其實都係前後腳嘅啫，就係有20位朋友就睇9:09，22位朋友就睇10:00，其實都係前後腳嘅啫。OK， 咁我都唔知睇邊場㗎啦。咁 anyway 到時都會大家一齊去 join 啦，去 join 呢一個首映禮啦。咁睇完之後，我哋當然會吹一出嚟，喂，究竟套戲講成點啊？咁再唔需要再問我啦，因為即使我攞到飛，我都唔會再同大家攞噶。其實我係攞到嘅，不過我唔會再同大家攞噶啦，即係無謂煩呢啲嘢。我唔知戲飛幾多錢，戲飛到時咧，如果係180蚊嘅話咧，即係我戲飛到手嘅話咧。現場買咗飛嘅朋友，我就俾翻20蚊你哋，因為之前入咗200蚊噶嘛。OK， 好啦，咁對我哋啤梨晚報有咩關係咧？嗱，而家咁樣，4月24號嘅第一場首映禮，因為而家未 confirm 戲院，大致我哋估到係邊間啦。OK， 應該好有機會咧。如果講到嘅話咧，就應該係 Times Square。如果喺九龍嘅話咧，就應該冇得揀啦，就有一成，即係九龍塘。OK。咁同一場咧，係會有埋道具展嘅。咩叫道具展啊？就係拍戲入邊用嘅嘢。道具展咁會有埋 backdrop。咩叫 backdrop 啊？當然係首映 backdrop， 即係俾你哋咁撚樣嗰啲啦。OK。咁我啤你咧就係攞到飛嘅。今次咧，如果第一場咧，我哋嘅競爭對手係邊個咧？係 Cathay Pacific 國泰，係 Hong Kong Bank， 即係呢一啲，即係你係。即係根本都唔大企啊！咁所以第一場咧，我為咗審慎起見咧，我希望咧啊就啊，我哋有冇機會攞到即係包一個場啦啊！咁啊變咗嗰日當係一個網聚 ，OK 喎，係80人嘅啫嘛，86、87人啫嘛，好容易啫嘛，係啊，當係一個網聚。咁啊，大家譬如6:00啊，未放工啊，睇完戲 ，OK， 咁啊再去食嘢。咁嗱，我唔會請大家去睇，但係亦都唔會賺大家嘅，因為據我所知，而家連戲飛都未 confirm 同電影公司傾偈，應該係160至180之間普通戲院，因為3個鐘頭或者3個鐘頭定15分鐘呢套戲 ，OK， 咁就當然啦，我哋老友記亦都會帶埋一啲性感美女，著住 Marvel 服裝嘅性感美女 ，OK， 即係好似 Captain Marvel 啦，你啱啱睇完啦，係啊 ，OK。或者其他啲之前嗰啲啦嚇嘅性感美女會喺現場，我哋除咗睇道具之外，除咗簽名之外，有 crossplay 睇，亦都有 crossplay 睇，同埋可以同佢哋 selfie。哇，都可以嘅。喂，攞埋個自拍機係咪啊？屌你，攞埋個自拍機。睇完戲我哋可以燒嘢。咁我就睇下你哋個反應係點啦。即係嗱，我就覺得咁樣啦。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我哋可以 book 第一日。啊，報名喎，我第一個報名啊。就一齊去睇，因為其實呢套大家都會睇噶啦。係啊。就一齊睇就更加開心。係啊。OK。唔係你唔去睇，你知啊買唔到飛噶啦。買唔到飛㗎。爆㗎。之後就去到好後咯。係啊。或者嗱，第一日你記住喎，你睇呢場戲係早過。點解我會揀呢一場呢？其實我會揀埋星期五嗰陣先講，即係第三日。因為第一場咧，咁我第二日星期四可以翻嚟講噶嘛，睇完。係啊，翻嚟吹水啊嘛。OK， 咁你睇嘅咧係成為你係比所有咩歐洲、美國部署啊，或者你個 Donald Trump 更加早睇嘅，因為佢哋都未睇。係。OK， 好啦，頂，我哋就會星期五會揀一場。但嗰場我哋會多人啲啦。OK， 因為點解咧？星期五咧，我哋都係搞6:00場，因為好尷尬。
六點幾睇完就十點幾，跟住就可能開場係十點九或者十一點。嗯，一睇完三個幾鐘頭咧，就兩點幾，咁就麻煩咗。本來都唔驚嘢啊，但又唔使翻工，但係冇公共交通工具啊嘛。咁、你啲朋友可能住得遠嘅，冇咁方便啦。咁啊，跟住就係星期五一場。咁我而家都未 confirm， 但我理論上星期三嗰場咧，咁我為咗穩陣起見咧，100個名額啦，100個名額啦。我如果冇乜嗱，但係大家要搞清楚喎，未必一定是在九龍塘，可能在 Times Square， 未必是 Times Square， 可能在九龍塘。但是你如果拿到票，你是不用怕，即是你看不到，你是不用怕嘥的。你一定你賣出來，即我不要叫你炒票，是一定爭到七彩。因為這套戲呢，即是黃牛票。我告訴你，這套戲是爆到七彩的，將會。喂，你看，我在想一個郭建文在挑機，屌你老母啊，郭建文，有沒有付錢啊？你有沒有付錢啊？屌你老母！嗱，佢就話咩咧 ？Billy 哥又話問電影公司攞咗100張首映飛，之後又話30張，又話未知票價，邊間戲院？唔通要自己科水買飛啊？嚇？定係又吹水啊？咩？定唔知？其實我唔係好明佢講乜嘢嘅。嗱，首先就咁樣講，即係咧，我就不禁咧，嗱，我就俾大家睇，嗱睇得大家嗱嗱，大家去 capture 慢慢睇，我放耐啲俾你哋 capture 慢慢睇，唔使等你辛苦啲啱噶啦 ，capture 慢慢睇，就 discuss 緊呢啲票，飛我就係攞撚咗啦，100張冇問題，點解我放20張上個架？嗯，文芳靜知唔知啊？因為80張我哋自己都有啊嘛，睇現場我都要內部認購噶啦。你老母郭建文，你戇撚鳩啊？你有冇錢睇戲啊？屌你老母臭閪！而家系我揞捻咗钱出嚟啊，又话未知几多戏飞。香港时间4月24日，咁我哋就系睇先啦，全世界全亚大区第一日。OK， 咁我哋咧嗱，如果冇搞错，就应该系4月24日凌晨嗰日咧，即系我哋系夜晚睇啊嘛，就应该有一场正式嘅真正嘅第一场，因为开到尽，但嗰场咧就系、可能系嗰啲电影人啊等等啦、去参与嘅。啊、就未必係我，就唔係我哋睇，亦都太夜啦。要十二點幾開場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嗰日嘅第一場咧，正式啦。其實我哋可能有8點幾場、10點幾場應該有啊。但係嗰啲係大家翻工時間，所以電影公司咧就專登喺乜嘢嘅第一場咧，就係、喺放工後嘅6點幾嗰場，因為3個鐘頭呢場戲。係啊，因為我而家目面前都有幾個咧上嚟準備攞飛嘅人，其實咧我擺二十張飛上個架度咧。就唔代表我係得20張嘅，即係冇辦法啦。嗰啲我要招呼翻發曬自己啲會員啊。OK， 咁但係星期三，即係星期嗰日係星期三啊。星期五嗰場咧，我亦都有60張飛，因為星期四又冇人搞啊，即係星期五第日係放假啊嘛。咁啊，星期五嗰日咧，一樣係會有女導。OK， 最重要啊，啤你哥在場。我哋上次同你大家講過，嗱有嗰個又成日挑我哋機啲吹冷仗咩？我就係做到啦，我就試咗啦，我就試阿眉，我就試揸落做得到。OK， 就係喺4月24日全球亞洲首映，亞洲最快香港首映第一場，放工後嘅第一場6點幾咧嘅首映。咁我本身咧拎個30張，我拎個20張出嚟賣。點解咧？其實我得30張，我拎20張出嚟賣，一10張要招呼下自己㗎。係啊，今日。電影商好好，打電話俾我，俾你個高話 hit， 俾多30張我。因為知道我哋屌你，即係節目果然係屌你啦，咪為牛其事。Avenger 4嗱，我哋而家決定咗啦，我哋係得一場，就唔會係4月25、26，就係首映第一日嘅 Avenger 4，就係喺4月24日嘅9點半，唔係6點幾啦，9點半嗰場。我再講多次嗱。亞洲首映的 Avenger 4，我們現在決定了在第一日4月24日上映9點半場。OK?